这是一个我被甲方拉黑的故事。哎啊，游戏名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，很明显新版本他们是要猛推这个 SP 画图，但我很纳闷，色批画多，游戏里是有很多好看的女角色，但当 SP 的只有我花生一个人就够了吧？为什么这画图也得是啊？那总不能那喜欢的是这些男角色吧？这甲方竟然如此大胆，我你们好大胆啊！啊，这个 SP 是魂将的意思，全名是泽云画图。别急，我先上游戏看一下啊，选择服务器，这叫什么服务器名？一肉克刚先苦后甜，杏林春满一套一套，你是要考研啊？那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了"幻想服"三个字。我们养生幻想服特点就是躺平不干，福利很多，你到时候一定要选这个，知道吗？躺平？那我还做什么视频？我躺着睡觉去了。故事还要从这里说起。我的名字叫可爱花生啊，反正都玩游戏了，我当可爱的女孩子没问题吧？只有一件啊。那这位是我的师傅佐茨，面对敌军的攻击，他本来是丝毫不慌，只因他把宝物都传给了我，所以打不过对面。难道是我拖累了师傅？哎，你仔细一点，把难道两个字去掉。那这种情况，咱们就只能仓皇逃跑。路上可能是一个大亮想磕着脑袋啊，然后失去了意识，咱们就遇到了他啊。反正就这么个设定啊。要不是做视频，我直接点跳过的。那游戏的战斗也很简单啊，两队人互殴，最多用手放放技能，旁边还有加速和自动战斗。那我肯定直接自动战斗啊。跳过我还自动站了个屁，我这里要解释一下，那虽然我是来到这个异世界招兵买马征战沙场，但真让我战斗，你们觉得我这个脑子它能好使吗？前脚把师傅宝物拿了，给师傅送吃席了，后脚把这奶妈往前一放，你让我这个脑子什么，我怎么可能打得明白？那不止跳过，我打都不想打，逃避主线，来到这个什么黄天秘境啊，打两关直接挂机领收益了，这骂三国我直接佛系养老好吧。那当然了，这样变强实在是慢，不仅是这款游戏，任何手游你看到这个用什么，然后打开我们的蓝绿修改器啊，世界上最好用的修改器。甲方怎么给我发消息啊？把这个梗删掉，我们明明有送很多东西。你送确实是送了，但你有送不等于我会领。好、啊。哎呀，不就是什么什么自选六个神将，自选魂将，领终身元宝卡，青岛奖这种？你说那么多，万一观众真去下载了？不是，我是说，我都能这样摆烂完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啊？别急，让我再玩一会儿。那此刻我注意到了屏幕上方的红点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脚本加修改器吧？游戏加速啊，10倍，日常战役探险，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也还能调整细节？哪有厂商把修改器做进自己游戏里了？你们有病吧？此时此刻我陷入了沉思，这还要我做什么？我身为一国之君，这居然要把我要做的事情全给自动做完了。你是觉得哥自己不会做日常吗？反正从今天开始不做了。那当然了，脏活累活有人干，我现在就培养我武将就行了。说实话，就我这脑子我也搞不太清楚这个阵容搭配，但他漂不漂亮我难道看不出来？那这咱这阵容唯一的例外就是加这个 SP 画图，我相信新角色自然很强啊。来看一下技能，那么长，哎，你连日常都不舍得让我做，你让我看那么长的小作文了？没事，我不看了啊，我知道你很强就行了。那战斗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我们可爱的女武将在前面爆锤三国猛汉 SP 画图，一口一口血往上抬。再就是养生服的活动啊，直接领 SP 画图，然后再免费领另一个 SP 武将，然后再领六个这个 SSR 武将，那大小月卡也都免费领了，还有这些乱七八糟咱们都点完 ，OK， 舔完了啊，终于舔完了，给甲方交钱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再干就干不动了，你有玩10分钟吗？能不能想办法再录点东西啊？可以，得加钱，要不你还是别做了吧。再这样下去，我是不是要被甲方拉黑了呀？那说点正经的，那个这个游戏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家园功能。那就这个小屋子啊，告诉你啊，直接左下角前往庭院啊，温泉。都说铜雀春深锁二乔，看到小乔了没有？直接邀请他前往玫瑰温泉，哎，这多好玩啊！这里还有很多选项可以做出选择。哎，小乔，你在这儿待着别动啊，我要气死一个人，来。魏国曹操飘请，他看到能气死。你这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我看还能邀请谁啊 ？SP 画图这也能邀请的吗？这个场面不太对吧？哎，怎么还冒爱心呢？不行啊，咱俩不适合，你滚啊！你刚才是不是把我们游戏卸了？哎，不是这意思，我们已经忍你很久了。完了，这次真把甲方得罪了。那总之，《三国志幻想大陆》养生服已经开启 ，SP 画图很强，游戏玩法佛系休闲，男女角色立绘很好看，游戏内福利也送很多，开局直接拿8个强力武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温泉推拿等等等等养生小游戏，感兴趣的话就快来下载吧。